事情如果做下去，他就很认真了。他一定要求完美，不喜欢做不成，他就又给他揉掉，就重做了。上课老师把功课讲很精哦，他上课很专心哦，蛮贴心的啦。我脚他都陪我去护诊。后来家里发生一点事情，经不起这个打击，所以就忧郁了。他写了脸谱，恢复他以前的那个活泼的样子。教他们做美劳的，然后老人院颁给我的奖状。你只要作品给他，他就有办法用手法的方式，然后去把它做到，而不是只是用捏的。每一个作品的完成，都会让孩子是有自信的，然后会在无形当中建立他很多的信心。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我做完的时候可以出去展览，然后完成那个作品，我就觉得我很厉害。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。他本来是没有朋友，他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用比较粗鲁的方式，拿球可能就是丢人家脸，那推人能推人撞墙壁，那到现在说，哎，大家都会主动说，哎，陈小姐来一起，我们一起玩嘛，然后玩什么玩什么，对，那我觉得说慢慢当中还在这部分也找到了自己的成就感。本来是规定他可能一个那时候的一个礼拜来两天来教课，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就是跑过来说：“教练，我今天来帮忙。”我觉得是一个他改变蛮大的地方。从他刚开始来学的时候，他上课的状况跟现在他上课的状况完全是判若两人。打到金牌或银牌，很开心，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好一点，不会让我妈有一餐没一餐的。有可能我是新住民吗？有一个单身妈妈养孩子了。全部在 F 的位置，对。然后你的使用，我学大概一年多了。例如小指头要用到，就要跨到别的地方，我就有点按不到。现在有好一些。有时候我会自己用小指头提东西，就比较好凹，大家就是这样打开。有时候我们帮妈妈买水果，就用小指头帮忙贴。他是一个很外向的小孩子，比以前快乐很多。他就是很努力上啊。他学习上面比较会去。真的做到，就是小鱼的话，他会慢慢的练，然后把每一个音真的抓到正确的点，这比较少小朋友会做得到的。我学了钢琴之后很开心，跟妈妈还有同学之间更密切。我希望能弹更多歌曲，让很多人喜欢上钢琴。我希望能在跆拳道这方面成为最厉害的国手。我希望我可以办一场更大的展览，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。谢谢你，让我看见未来的方向，成为自己人生的舵手。我们就要起航。